谢谢林福林。好，我们请雅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来，福林，你跳舞真的好迷人啊。谢谢老师。你在讲话就有高扬的腔呢。我是高雄来的。啊，对啊，所以就有那个腔，嘿啊，嘿啊，哦啊，嘿，嘿，对啊，嘿啊，哦是哦，哦不被人撞，哦，那你就很有那个气靠。然后呢，阿德老师就会认为说，为什么一个囡仔才十二岁呢？哎，你讲话开口那遐奥利桑，我说那个不是奥利桑，而是那是一个腔。你无变卦着家己故乡存在的迄个地位，你的故乡就是伫遐，伫高雄，所以你的迄个讲话的声调，就是有故乡的味。我觉得这个非常令人感动。那今日你选的歌曲《心头吧》，我也觉得选得很不错。但是因为这首歌有真侪低音，低音的所在你都无法度驾驭，因为你现在当咧变声，还是无法度，吼，唔是你也唔对。然后呢，你规首歌拢没有抖音，没有转音，我会建议你讲，会当伫基础的这个技巧方面，会当够增强你的这个技巧。你的这个登音，然后让自己呢能够会当发挥到更加多技巧，安尼规首歌会更加丰富，安尼好不好？嗯，好。哦，系啊，哦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哦，好啦，好，马吉，好，好，好。我们请子宏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好，福林，福林今天唱这个歌还不错，哦，就是很平稳，然后很令人放心。其实你可以再放，其实你，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个很活泼。很会搞的人嘛，哦，就是很会那个，那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发挥你的优势在这个地方。